来台举办演唱会的 Super Junior DNE 趁着空档接受完全娱乐的专访，并按纳豆进行三观，全靠运气定胜的游戏，目前战成1-1平手，到底谁能赢得赌注全压在最后一关，谁选到了生鸡蛋？25颗水煮蛋中混有3颗生鸡蛋，只要选到了生鸡蛋的人就直接 Game Over。 就这样好不好？这个里面呢有一些是生的，有一些是熟的，你知道弄到生的就这么大，那我们只要拿起来毫不犹豫的把它捏破，或是酱破，或是怎么样把它弄破就对了。 OK 你要酱也可以，我不会指示你在里面都可以把它弄破，只要弄到生的就是不可以弄别人。OK fight。 OK 我叫你先放在好猜拳都还要当神的。没有一起啊，一起啊猜拳。剪刀石头，没有。为什么他们猜拳剪刀是这样？他们是本来就这样吗？还是他自己讲？OK。通常我们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啊哈哈！好了，不是随便讲，不是这样。那你发明了不一样的石头。右撇。那不能。好，何伯伯，可以开始来了。给 Super Junior 建议上诉的机会，决定赛会赛再来一轮，看看老天爷是否真这么眷顾纳豆。阿破，熟的应该是熟的。等一下，去没有？呀！哎呀，啊！完了。啊，熟了，这个熟了，我们家不要浪费食物，等下工作人员要把它吃完啊。选了就选了，这个你自己选的自己负责好不好？他姑姑满意啊，一个人。啊，都是这样。这样好，我们一样有2件 MV 章送给你们，但是跟我的赌注我们还是要维持，这样好不好？实在是太神奇了，怎么选就怎么中，东海简直可以去当鸡蛋代言人啦！愿赌服输的 Super Junior 建议爽快履行赌注，让完全娱乐和纳豆的名字出现在东海的po文上。纳豆也帮广大粉丝加码凹到一张签名专辑，想得到的人就赶快上完全的粉丝专业查询喽！今天完全娱乐大胜啦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 MV 好不好？真是谢谢我们 Super Junior， 一人一米二了吗？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谢谢辛苦了。
粉丝吸收计划，我们第二步慢慢实现，而且我现在要吸的是韩国的粉丝 ，OK 的，也不枉费我刚刚打到这边已经走了。哎，真的，脸都红了哎。没有关系，只要为了粉丝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哎呀，我的粉丝哦，不对，韩国应该比较。完全乐才学的 UFO 独家采访报道。